这首歌曲呢，是由李宇春演唱的，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。李宇春呢，是继《雨夜》里点亮银幕的璀璨星河，而今晚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曲的表演嘉宾，她是舞台皇后，亦是全能典范。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期待她将为我们带来一首寓意深远的歌曲，歌曲的名字叫做《银河中的星星》。接下来各位准备好您的掌声和欢呼声，欢迎李宇春。
肉夹。刚刚的舞台宛如银河中的点点繁星，照亮了电影的诗与远方。尤其是屏幕上一张张电影工作者的照片，他们承载着珍贵和感动，正是这些点点滴滴构筑起了中国电影的辉煌长城。让我们再次感谢琛琛带给我们的这一份感动。看了那么多出色的演员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